动物乐事，现在开在高速公路上，这也算是一种直播吗？你看到我的大头，对啊，我今天开着敞篷车出来的，这是我自己的车子，偶尔会开出来玩一玩，就像我的玩具一样。可是怎么说呢？加州呢，天气好，开敞篷车舒服，但是高速公路上就是常常会遇到一些塞车。塞车是让人很困扰的问题，你只要错误的时间走到错的路段呢，你就会塞到天荒地老。 OK， 所以我现在呢是早上往西边去开，所以呢交通整体来说还算是顺畅，但如果我反过来的话呢，哇，对面就塞得要死了。 OK， 只是小小分享一下在加州开车的一些感觉，下次见咯。脸书、YouTube、微博和优酷找到我们哦。